一幕幕的触目惊心啊。它是一种树林，科学家无意中发现到了有七彩五色颗粒这种的落来的火啦，这分析起来呢，是以前呢人类所造成，时日已久了啦，人呐、啊、迷失了一次在生活中追求，追求了名啊利呀、啊，追求的呢，那都是无量无边的这种求无厌呐、啊，求无厌呐、啊，永远永远都不能满足，这就是人世间现在的科技很发达，让我们了解已经的灾难造成了啦。看看冰山冰城那样的可以调节四季的那样的冰层，因为被人类长久以来的破坏，现在呢，冰层也溶解了啦。In July alone, it lost 160 billion tons of ice through surface melting. That's roughly the equivalent of 64 million Olympic-sized swimming pools. Just in July, just surface melt. It's not including ocean melt as well. The Arctic is actually warming at twice the rate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now there's a very clear signal that this warming is actually driven by too much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这疫情呢，要调节这样的气候，已经呢是失调，所以叫做四大不调。四大不调的原因呢、啊？从这里来咯，所以人啊，生活在暗藏的危机，我们呢都不知不觉，还是呢在懵懂中啊，还在追求名与利，还有呢，现在呢，气候干啊热啊，看看多少国家大片森林的一起拉火，总是呢很难以灭火。这种一烧都是几十天，一烧一大整片啊，这都是呢人类的灾难。所以四大不调，看着看着说来话长，请大家现在的科技发达，信息呢也都很清楚，人手一机，好好的看一些呢国际的灾情，这是我感觉到我生在天地之间，
天地空间，我跟天地空间息息相关。所以大家假如有这样的观念啊，对自己呢就要有所警惕。人人有警惕，人人生活要规矩，唯有人，灾祸既是人，长年以来为了生机，为了生活，那为了名以利，不断挖，不断的起，不断的抽，已经呢累积久了，变成了人类抽掉了很多的生机资源，同时也破坏了山河大地。但是现在留下来的是污浊，留下来的是危机，这都是人人不知觉。大家人人假如有一个天地与我有关，能有这样的观念啊，就如佛陀对我们的教义，2000多年前的佛陀开始来警惕了我们，要我们呢观天地念非常，还要我们观世界念非常。观世界我们要念内心啊，要启动这一念心。因为呢佛陀常常对我们说，非常啊非常，真的不是熊熊啊。我们以为呢今天的幸福，今天的享受是永远的幸福，永远的享受，不是哦。佛陀呢要我们观世界念非常，这分秒都在变动，因为天灾加上人祸，每一天还要我们呢好好的提高我们的觉性，我们觉悟的本性啊。所以呢要观灵觉，我们的这个心灵啊的觉悟。所以观灵觉啊即菩提，不是哦啊人啊总是这样啊，人都有欲念啊，本来啦是吗？本来非造业力不可吗？非造恶业不可吗？非贪财色名非贪不可吗？不是，要记得人人本具有佛性，我们人人呢都有一个清朗很清净的无污染的觉悟的觉性在，只是呢我们这一份清净的觉悟的本性自己把握不住，被外面的污染宰摄明阿弥呢转为污染的气候，就这样的污染过去了，锁不住自己。各位菩萨人人呢
觉性提高一点，我们人人本具有佛陀呢对我们说的话深思，较深入去思考，这角度啦，都是能净化人心。所以啊，人心本来就是佛心，只要我们人人时时要多用心啊。